是爸派人去车维明先生的家吗？您要是再敢动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是因为那个女人害纯男这么痛苦吗？那只小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维明，小弟，放开我！妈，你怎么能对妈这样？在你道歉之前，你不是妈的儿子，我的老公也不是我们准宁的爸爸。这正是我要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微笑吧，纯男，全新2小时。